又一段时间没下雨了，菜园的菜干的都不见长。看我们家小辣椒都长这么大了，过一段时间又有辣椒吃了。你要是再晚一点，我就叫好了。直接买它有什么用呢？直接叫不就得了？这样叫水流多大哎！是吧？水不要灌吗？不用。哟，力道还不小。这样嫩芽也不怕给它砸断了。地的还没长好吧？就吃它没长好嘞，这样才好吃。像小蛋黄一样，太小了，吃了有点可惜。早吃晚吃都是吃，有什么好可惜的？你看，最大的都长这么大了。那小的呢？小的，哦，这个小的有点小，这么大。你来叫吧，我回家炖土豆给你吃。哎呦，网眼还有点大了。你为什么不讲地大有点小的呢？那也是啊。有没有姐妹喜欢养水葫芦的？到时候开花一样漂亮。土豆烧五花，味道顶呱呱。我和老三也都比较喜欢吃这道菜，老三就特别喜欢吃这样子的大肥肉。把土豆也切成片，放点豆瓣酱、桂皮、八角、青椒、蒜、干辣椒。放点木耳和粉丝，老三，帮我拿个盘子过来盛菜。你不想听到要节约用水吗？直接放在锅里吃，还省得洗个盘子。哎呀，郑姐，我讲你是偷懒呢，还是会过日子呢？来吧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就在这里吃了。哎，还就怪香了。这就是大锅炖的味道。要单独烧的话，闻不出这种味道哈。嗯，还要粘起来了。嗯，要不要拿个凳子？不要不要。这粉丝也被切下，这头到喉咙了，这头还在碗里面。这就是嗦粉的感觉。原来香味都在这里。我觉得肉酱烧正香，你尝尝。我觉得还土豆好吃。是吧？我觉得今天是白米饭，它是多余的，直接吃粉丝就行了。饭是饭，菜是菜，如果不煮饭的话，这个菜够吗？是吗？是有点少哈。哇，这粉丝可是抢手货。不光光粉丝是抢手货，你还够麻的见底了。吃劲的好，是不是我粉丝吃的有点太快了？这就证明你肺活力强哎。